Yo, bro. What's up? What's up? What's up? 你要干什么？干大了！没有，我们要下去。台风刚走，要杀下去。现在几点？现在晚上8点，我们准备要出发去垦丁，然后直接冲凌晨。没错。我们出发了 ，Let's go, Let's go！ 啊，让人的浪漫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枯燥。于是我们就出发去垦丁追浪了。到了。我们到垦丁了，回到防晒。哇，好了，那我们明天就早上海边见。现在就先睡觉，太累了。早上见。怎么样？怎么样？很好啊。很好。哦。没，对，没什么风哎。哦。这边是左边。河口那边，哇哇，好晒，一条条，哇，可以耶！现在要来介绍我们强大的摄影团队，大，两个水色大师级的操刀，大师在那边，大师大师，给你们最深的一个敬意。敬意，我们现在的团队是非常惊人的。好了，二话不说，准备来下水了，交给你了 ，Birdy。Dream big, boy, gonna make it. Stand tall, there's a higher road you're taking. Let go of everything that you know and be wild in the mystery. I've been in the darkness for 40 days. I've been searching for holy flames, a sign to light up the way. So can you help me out? Can you help me out?I've been more certain of truth before. I've been called a righteous man before. Yeah, I've been closer to Jesus before. So can you help me out? Oh, can you help me out?Can you help me out?
回来了，回来了，休息一下。跟大家讲，早上真的是浪太好啦，开心。那也感谢就是大家的支持，我的频道终于70,000人了。那70,000人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历史性的一刻。因为冲浪这个题材呢，在台湾是非常之小众小众的，所以能达到70,000订阅呢，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里程碑。但是可能对其他那种创作者来讲呢，就是一个很基本的门槛，可是对我来讲就是已经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成绩，所以非常感谢大家长期的支持，那真的谢谢你们观看。那虽然说我最近的这个观看率呢非常比较低迷一点，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因为我是在做我喜欢的事情，那观看数多寡呢我觉得重要，但是也并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毕竟我很大的一部分拍这些东西呢都是拍给我们这种喜欢冲浪运动、喜欢海的人、喜欢潜水的人在看的。那当然如果大家没有冲浪潜水也看影片的话，我觉得很开心，可以让你们更认识海这样子，然后可以让你们感受到我们的快乐。好，那现在我人在防晒，不要差太多，是 Birdy 的民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房间非常的可爱。哇，充满绿色的植物，是不是？那不小心我一个人就睡了这个4人房，然后我今天睡下面。然后呢，我的吉他，我自己给他了一个床啊，我一定要分享我的吉他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真的太爱他了，他现在是我的宝贝。哇，每次打开他都觉得好美。哇，那应该有弹琴的就会知道他是哪一只，对不对？他是这个 SJ200， 是在这个 Gibson 木吉他里面呢，应该说整个木吉他里面，它就是 有一个称号叫扫弦之王，意思就是它的弦声音非常的好听。我现在整个降一度，所以现在是低调。然后，哇，我看我也弹给大家听一下好了。哦，我简单刷一下，你们听一下那个声音是非常的震撼的，看那个共鸣。这个共鸣，这个低音，然后整个琴在我手中的这个震动感，哦，这个很扎实。然后它的延音非常非常的长，有没有？有没有？哇！其实我就特别想要跟大家炫耀一下，这是我新的吉他。那这把呢，我觉得是我人生当中买过最开心的东西。我会收这把也是因为我那时候刚好在看琴，然后因为这个型号呢，它这个颜色啊，已经在2020年的时候停产，那之后要出，他们就会出，例如像什么复古版，所以价钱就很高，会一直往上叠加。而一方面，我买来就觉得，现在其实珍贵的木头越来越少，然后有机会可以收藏一支极品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讲很开心。那虽然说我自己弹吉他的功力、唱歌的功力也没那么屌，可是对吉他就有一种热爱，那我还是把它收下来了，就先摆着，然后每天弹。我吉他都进步，因为喜欢，所以就会一直想弹，然后弹起来那个声音很好听。好，那我休息一下，然后晚上我们会，应该说等一下下午会再去冲一下，看看浪。哇哇哇！我现在来到南湾，还好我没有来，还好我没有来，差一点，差点就回去，回去民宿。文书处理了，对对。杨威说他要回去文书处理，他说看这个天气，我就说南湾是这样，南湾你听谁讲都没有用，即便他刚传影片过来，可能你赶到现场，你亲自看了才算。
我们现在看的是还蛮好的。不然我刚刚就真的想回去直接文书处理了。没有没有啊，是不是好险你有了？可以啊，等一下我觉得应该会越来越好，有机会越来越好。等等看，等等看。对，就玩一下。水里见，好不好？好，水里见。然后我们今天有哇 ，Kiki 摄影师交给你了。算本了吧 ，Birdy， 可以了啦，可以了啦，这一趟几天？你自己说，三天，三天五场，五场，各种浪况，超早早浪跟关灯，超早浪跟关灯，对，超早浪跟关灯，然后有大的，有大的，有乱的，中的，乱的，小的，顺的。今天是天气好，最棒的南湾啊，最后一天，对，没关系啦，没关系啊，有拍到就好。那要不要跟大家说拜拜？然后记得，海里见，大海里人，海里见 ，peace。好了，那我们就回台北啦。那我们的这个最强摄影团队、水摄团队，即将接下来越来越多精彩的影片要出来。如果以后没有 Birdy， 还是要看我的影片啊，不然被他这个高质量养坏了。OK， 那我们就下期见了，拜拜。We'll be right back.